Hello， 大家好，今天晚上是2017年的2月5号至6号的夜晚。是的，我是阿渠，那也欢迎大家来到今晚的电台时光。很讨厌欸，就是该怎么说呢，就是上一集录了53分钟，对不对？天哪，真的是有够久的，不是我在说。那对，没有，我当初并不是以30分钟为基准，好吗？我是以多久来着？5分钟、10分钟等等，我的认知怎么越来越奇怪啦，被你们害的真的是录到50分钟真的是太可怕了。然后看到就是总是有人说会听着我的电台，然后听到睡着，然后 repeat 这件事情，我基本上还蛮害怕的。就是该怎么说，虽然我最近在当小粉丝，我有就是小粉丝的心态，可是我还是一直不觉得，对，怎么会好，我还是一直不觉得你们我不知道，我不觉得我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所以好啦，我自己比较有可能这个部分比较奇怪，我可能不觉得你们对我的状况是有可能我对于大大那种心态，就是一样都是粉丝心情。那因为我不觉得我自己是个厉害的人，所以好，不管怎么样，就是谢谢你们依旧有这么的喜欢我。对，我何德何能，就是有你们的喜欢，我算是有点这样子的不明白，就是有点认知障碍啊。对，我不知道欸，就是有点可能，我不觉得可能自己有那么好，对，然后足够让一个人可以就是单纯的喜欢。对，那好，这个部分我会再调试的。那也还蛮谢谢你们总是用你们的行动还是你们的话语告诉我可能你们对我的感觉。好，就说 BGM 会影响我的说话声调吗？虽然你们听应该都不会有太大的差别啦，就是固定的格式套用上去的状况，因为就是有点像是要统一，对，让你们至少听到电台的时候都是比较熟悉的状态，然后马上可以进入到一样的情境。可是对于我来讲的话，或许每天换换音乐是可以让我处在不一样的状态调的。对，然后今天想要谈谈比较大一点规模的主题，我想要拉到人生这个状态。对，然后稍微分享一下好了，就是我不是有说昨天的主题吗？那我说到我昨天趁着当下某个时间点是意识到是某个人曾经可能没有再联络的某人的生日，我那时候11点多的时候传了一封简讯给他以前的那个号码。然后我不知道我到底会不会就是得到回应还是怎么样的，还是其实那一只号码早就已经空号，可是我不想要打电话做确认。对，即使我在之前有某一段时间我很想要打电话试试看，就是可能打到无声电话，就是至少我知道这支电话或许还有人用，那我先让他讲话，可以先判别是不是那个人的声音，虽然我已经好几年没有听过，或许认不出来，不过就是
我不知道然后今天早上我收到了回复，对，依旧是那个人。在这个部分阿石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件事，就是我上一集有讲过，人的连结其实非常的脆弱，对，然后可是这个脆弱点其实是我觉得很多人其实早就已经不把你当做可能重要的那个人了，对，我是这么认为的，因为我听到太多太多次那种我没有你的电话，然后我换了手机电话就遗失了，这种诸如此类的套路的说辞，我每次都有点百思不得其解。对，阿奇的手机号码是在于刚拿到高中，那时候是高二，到现在已经过了十多年了。然后这个号码，十多年，十年，有十年了。对，然后这个号码我从来没有换过。对，我觉得如果你今天有把我放在心上的话，我觉得这个号码不会因为每次你都用同样的理由说，我没有你的电话号码，这是一，然后我没有办法找到你，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吊诡的状态。对，因为如果是我换手机的话，我有换过，然后可能遗失过号码过。可是如果你真的觉得那个人是重要的，我相信你当下就会想尽办法联系到那个人，然后把他的号码在第一时间再存回你的手机内，还是在你真的在移动你的手机的这个步骤的时候，你一定会把那些重要的人特别的额外的存进去。虽然我知道大家现在都很懒啊，就是SIM 卡有一个储存的部分，可是 SIM 卡以前的 SIM 卡到现在我不知道，我对这个东西一直都很没有了解。就是我以前有存是存满嘛，反正就是移过来，还是我以前只有存在 SIM 卡然后手机上的人那个数量，对，是不一样的。就是有一些是存在手机上，的确我以为用 SIM 卡全部移过来然后就遗漏掉的，这个状况也有。可是如果真的觉得很重要的话，我会一个一个就是认真的输入到我的新手机里面去，对，一个一个重建。对，我觉得这才是你可能真的看中一个人，然后你也不想因为什么状况然后跟他失去联络的一种方式，你会特别去有看中这件事，而不是事后又讲那一套说辞，我觉得太场面化了。对，然后我其实今天早上收到回信的时候，其实我有点茫然，你知道吗？就是虽然我前一天的电台有说着，就是有些人的确找不到，我也不知道很多状况。对，那有些东西真的是回忆最美好，那今天突然又连接上那个许久不见的人，虽然他回答我的简讯内容是他不知道我是哪位，对，他换了手机，所以他不清楚我是谁。那我就在思考我还要不要再一次回复他。对，因为或许我已经从他的人生中移除，已经不再那么重要了。对，还是我在思考我自己，他有必要再回归我现在的生活吗？因为想想
距离上一次很简单的联络又是一个快四年前，三年半，快四年前的事情了。所以这部分又让我有点茫然。讨厌啊，那个仓鼠啊，对你啊，真是昨天的留言太坏了啦，害我现在有点看到你的留言之后就有点不太敢咳嗽了。就是你真的是好，没有啦，我只是说你只是说可以做我自己，只是有时候特别讲出来，我又你知道那个追求完美强迫心就又出来了，就不，我怎么可以让你们对好，这是我自己的问题，我自己调试，然后我讲讲就好了。就是我只要金鱼脑复发，还是等下那个什么懒癌发作，我也不会特别真的去处理到我的咳嗽，还是勉强我自己现在讲些什么这样子。好。其实还蛮难过，就是现在的咳嗽情况还是一直没有好，然后我真的很害怕是不是生了一些病。对，就是你知道一开始就是在先 Google 一些文章，然后看如果真的到最后真的还是久咳不已的话，我可能就要去认真的检查一下了。虽然我之前有说过我有检查过已经两次了，就是那个肺部的可能气量啊还是什么样的，我忘记那叫什么胸腔测那叫什么，反正就是我去看过胸腔科，然后我看过两间大医院，那分别又是不同城市的大医院，那这个状况是他们给我的答案都是对没有太大的问题，没有像是真的像是气喘那样严重的部分，可是我本身就是有可能过敏，有那个过敏体质，可能导致肺部会比较敏感，所以对于像是天气的变化还是怎么样的会很明显。对，就是有时候真的吸到的空气会非常非常非常的不舒服，那在气温的调试下也会非常的自己不自觉的，我说过的我觉得不冷，可能身体觉得很冷的状况可能就会感冒还是怎么样的。好，那说说人生啊，对，突然间很想要讲个这样的主题，就是灵光一闪。对，如果我特别想讲，可是这东西是我昨天特别想讲，可是今天你知道吗，脑容量又清光了，所以这又是我纠结于电台的一个点，就是我做电台会希望至少是每天录片，每天发片，不然就不发了。就不会像是那个我 RPG 游戏可能都是先自己跑完，去确认可以连载的完整性。对，那电台是要做互动的状态，所以我又在纠结。可是你知道每天的状态就跟你的身体状态一样，就是我最近就是很想要把有一些配音的影片档去做好，可是我又这样的状况很难去做配音这个动作，所以就会明明有时间然后又没有办法做事的时候就会很纠结。那好，对，不知道就是在电台上稍稍喊你们的名字你们会开心吗？好啦，我相信会。好，那个什么，15分，快15分了，拉回我们真正的主题。活了20多年，我觉得这个，大家一直很好奇我的年纪是不是？我好像一直都没有隐瞒过我的年纪啊。
可是你们这样子既好奇又猜测的留言，害我就是不太想要认真说我到底几岁。可是再过不久就又是我的生日了，对，也没有说再过不久啦，也要再该也要再三个月哦，今天五号，对，再三个月，三个月后的五月五号是我的生日啊。如果那时候还活着的观众记得啊，自己就来线上祝福还是怎么样的啊，哈，我觉得做实况很落寞的事就是，如果我没有特别再说出来的话，你们也不会主动来跟我祝贺一下，因为我的那个通知设定什么的，我没有额外就是让你们再知道。不过我的资讯有，对， Facebook 的资讯有，就是有说到我的生日，然后以前有帮我祝贺过生日的观众们，对，我觉得还蛮难过，就是连自己生日都要就是自己好像要乞讨一样我才会有那些祝福，我真的是这某一年虽然就想说好了算了，对，祝我自己生日快乐，然后做那影片，诶，前两年了是不是，然后那个什么哪个什么，对，就是大家就会认真的在底下盖楼层，然后再来祝我生日快乐，对，我还要特别说，我就会觉得说你们到底是不是我的观众啊好吧，就是只是观众，可能我这人就可有可无啦。好，那去年就你知道非常非常落寞，对，这关于可能虽然我们好像一直在跑题，可是的确一直在说我的事，那也是人生的一部分，对，那个什么哦，对，我要说一件事，就是其实我很蛮不喜欢过生日的现在，对，因为可能是很多很多的原因哦，那到最后在近几年来的时候，我觉得我的生日期间伴随着的都是不好的事情，对，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如果要以上天那一论来讲的话，我就觉得有时候上天为什么要对我这么苛刻，就是你知道吗，他每次要送给我的生日礼物都会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难受，可是也的确那是很好的礼物啊，它会使你成长，不过如果那些事情总是都伴随着生日来的话，我渐渐的会对于那个时间点不是太有太好的观感，你知道吗，就是哎，又是这个日子啊，想当初这个日子可能发生过什么事情，对，这已经是好几年都是这样的状况了，然后所以我就渐渐的可能开始越来越边缘吧，我也不知道，就是不太喜欢过生日，对，也还好啊，就是如果可是会有当下的落寞，因为毕竟好像就是诶，今天的节日诶，怎么好像一定要应景一下怎么样呢，啊，就像是不小心情人节最近好像是这样，最近就是好像情人节那天就要吃个巧克力啊，最近的元宵就可能当天要吃个汤圆啊之类的，会想要应景，我想要突破这个框框，不过目前好像没有办法，就是有稍微冷静了很多，可是就是还是每到当下的时候还是会很落寞，除非我还要做一件启动我金鱼脑的特质，就是我要忘却时间概念，可是这样不太好啊，就是你这样你忘却你的时间概念的技能打开的话，你所有的时间都会开始流失，对，你就会开始无法掌握你的时间，只是为了逃避某个东西这样子，
然后，我好像又 扯远了，为什么要讲这个？是因为哦，讲到那个大家对我年纪的好奇，我没有多大啊，我在差不多在，我有过25岁了，对，然后稍微一点点，然后那个什么啊，那个什么，还是我之前讲的太，我之前是说人生的四分之一岁，是不是？那时候我是定100岁为概念。好，这不是重点。我也很想要知道大家的年纪哦。对，如果有活着的观众们，对，请自报自己的户口。对，是男是女，多大？对，让我知道你是谁。然后可能怎么去跟你比较可能用那个年纪的话题去聊一下可能要回复你的状况。对，我就有点像是在认人的概念，因为毕竟我现在人不多有人不多的方式。不然就是给人少，当然要温暖一点啊，这是给人这么少还留在这边的你们的福利。对，我很开心，就是那个什么观看率回复率的比例，它的 percent 值不会相差太大。对，就是可能观看是一，就是至少可能最近大家很热情的留言，至少会让我觉得它占的比例是20% 这样子，五分之一，至少就有五分之一的留言。对，那还有就是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留言给我，没关系，你也请帮我按个喜欢，让我知道可能你已经看过，然后你喜欢今天的电台。对，让我知道这个电台可能今天还 OK 这样子。不然如果我只看那个那么少的观看次数，我只能告诉你阿许我非常非常的落寞。我告诉你，我真的非常非常落寞，因为好歹我的 YouTube 也有10000订阅。对，我真的会跟你讲我非常非常的落寞。那好，讲废话讲完了，然后那个今天的主题没有讲到什么。我今天是为什么要讲这个主题啊？对啊，我讲这个主题是想要讲什么，来表达什么啊？那个什么，我最近有点懒得回复留言，不然我就是用讲的，好，我回归于当初做电台的心态。对，麒麟啊，麒麟你，对，那个什么，我看到你昨天的留言啊，就是怎么说，我昨天在说，你说我那样的状态不太像是念旧，我真的是差点被你带走，然后我昨天也稍微的思考一下一件事，就是为什么我会就是讲那件事然后扯到我的念旧。应该是说我真的是一个很念旧的人，真的，我没有在骗你，我的东西很多东西都丢不掉。我是最近在做断舍离，还有真的是搬太多次家，我每次那些行李都逼死我。对，我真的是一个人搬家的状态，我真的很希望我自己可以，我有驾照，可是他因为我没有车，所以我一直没有办法好好练他。所以我今天如果今天还要上路的话，我可能就会还要先问一下那个党是谁，你知道吗？对，阿渠的驾照是手牌车，所以我非常很想要，如果真的哪天搬家的话，我去租一台货车，然后我自己搬。
我真的很想要做这样的事，你知道吗？我已经搬出心得来了。可是，女生的力气，我已经算女生的力气偏大的关心，是因为我可能我从小没办法，我可能就是一直当汉子做使用，然后不自觉的力气越来越大之类的。因为很多东西我不知道要找谁帮我啊，对啊，那我除了我自己，我还能怎么办？太多事情都是我自己去做的，所以我渐渐的，你看那个行李重的要命，我也是永远都是自己一个人扛，自己一个人搬啊，对啊。说有找过朋友帮忙好了，可是我又是一个不太喜欢麻烦别人的人，那如果是可以自己可行的状况下，我已经做过太多太多方式去帮我的家。那因为这样的形式啊，让我渐渐的至少还有就是看那么多断舍离的书，我觉得至少就是我渐渐慢慢可以丢掉很多很多的东西了。对，然后你说的那个原则就是对，那是我挑东西的原则。可是我就是有点像是 A 讲 B 讲 C， 然后我没有讲 B，A 讲到 C 的概念，所以其实它不太像是一个我要表达的东西，应该是那样的状态啊。就是怎么说？对，就是我那样的价值观，然后。的确我楼下的东西都是我喜欢的，然后也就因此留在我身边，而且我也因为更加喜欢，然后我也更丢不掉。我大概应该是要表达这个意思吧，怎么完蛋了，我最近有点脑容量思考不足，就是没办法好好的把话又说清楚。怎么会这样？可能是我之前觉得我讲话比较有逻辑的时候，应该是很多东西都是我已经思考很久，然后有答案，然后有一个很条理的状态，可以用我的嘴巴一条一条讲出来的部分，所以我可能讲的比较清楚。可是我现在逐渐日常，逐渐 life， 逐渐当下，我觉得我反应力还不够快。对，用我这1:7的脑袋，对，好啦，差不多是这样子的状态。少吐槽我了，揍你们了，好啦，可以啦，对，就是，欢迎欢迎，有什么都可以留言给我。啊。咳嗽的大平台，就是我还是想要这件事，那个小小的玻璃心啊，没也不是啊，就是然后那个什么，说到玻璃心，就是我这边要稍微对一下啊，大家，你们在打字的时候，千万，虽然我知道讯息是可以更正的，可是你们的留言啊，对，我时不时现在还是没办法，就是会想刷刷你们到底有没有留言了，所以你们可能一留言，我在电脑前我基本上可能就会看到，除非我在做别的事情，例如我现在在拍片，我就可能长时间的离开。那就像有一个观众，对，你好，你知道我在讲你对不对？对，你已经被我抓到两次了，就是他讲的话他自己讲完之后发现不对劲，然后瞬间又改了。可是你当下留的那个言在我的讯息中跑出来，我早就已经看完啦。所以事后改的言，其实我已经知道你这是订正的版本了。对，那我也没有说我自己是玻璃心啊，就是有一些东西看了。的确好像就好像有点难过，可是瞬间也是调适回来，毕竟我也是老油条，是啊，然后就好，谢谢你的建议提议，我会虚心的接受的，我会尽量不会当一个不摸不被摸也会破的玻璃心好吗？对，摸了也是
不会破的玻璃心哈。对，虽然我已经是强化玻璃了哈，然后强化玻璃砸太多下来就会碎的啊。那个什么，没有，只是稍微提醒大家一下，可能也不是提醒啊，就是你们做的有些小小东西啊，对，像我自己在打东西，我不是说，你让喉咙有痰，那个什么，就是小粉丝的缺，如果是我。正经八百的要跟我的大大说话，你不会知道我到底光打那个字想了多久。对，我真的，我光打字给大大都要写文本，你知道吗 ？check check check， 然后确定就是一次打完，然后一次给。虽然我不推荐这个方法，我也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及时的留言给我，我这样子太累了。对，就是看到大大在讲话，可能我在打那个视窗，打完默默的又删掉。对，可是你不打出去，就永远不会知道啊。对啊，除非你把自己定位好，就是你愿意当一个默默无闻、不会被记住的小粉丝，那也可以啦。对。它都有存在的理由跟价值，只是那个价值是你有被别人在赋予定义，还是那个定义是你自己给自己的。好，那觉得差不多了。对，那我们今晚的电台就差不多到这里了。那也一样，我是今晚的主播、主持、DJ， 对，我好像看到一个留言这样说啊，我是阿曲。那也欢迎大家来到今晚的电台时光，也希望大家今晚会有个好梦，然后祝有个愉快的夜晚，对，美好的。那我们就这样咯，下次见，拜拜。